少林武术发源于河南省嵩山少林寺。金刚八式拳是少林寺僧习武练功的拳法之一，他雄壮刚劲，迅猛剽悍，势不可当，威不可欺。其套路由八个主要招式组成，讲究动作与呼吸配合，要求气发力出，手随声发，声随手落，无所不动，四烧其通。演练时要求直进直攻，进如破竹，外势刚硬，内主安逸。少林炮拳是少林拳法中精华套路之一，它短小精悍，快速猛烈，动作刚健，攻中有防，防则急攻，指上打下，声东击西，虚实莫测。少林炮拳素有手若处子，犯若猛虎之说。少林炮拳是历代武僧的必修功夫，现在流传极广。少林禅相传是由宋太祖所创，后传入少林寺，寺内称作太祖拳。少林禅动作一招一式动静分明，刚劲挺拔，四平八稳，素有执笔妙楷之称。金刚拳是少林武术中的上乘功夫，它以技击为主，长击短打，快速多变，刚急快狠，手似利剑，起落翻转，进退自如，进则有方，退则有势，势正招圆，非攻即防，稳健有力，勇猛刚强。少林金刚拳动作讲究整洁，要求起如举鼎，落如分山。
请看分解动作。罗汉拳是少林武术中的经典套路之一，共有18个套路，据说它是模仿18个不同性格的罗汉而创编的18路拳术。本片拍摄的是第一路罗汉拳，由著名武术高僧释德根大和尚所传，其套路刚而急，变化多而快，动静分明，刚柔相间，讲究以意领气，以气催力，气发吹齿，发声如雷，风格独特，是为少林拳法之精华。请看分解动作。四两扇门全凭腿打人，腿在实用搏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，所以武术家们历来重视弹腿练习。少林24路弹腿被历代少林武僧视为护四之宝，绝少外传。少林24路弹腿以独特的手法配合弹、蹬、踹、勾等腿法组合而成，是少林拳法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吃功夫的套路练习之一。现在朱天喜同志表演的是24路弹腿中的前12路，由少林寺31代武术高僧释德根所传。